already have something.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飞。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关于美丽和魅力的话题。哇，一听到这两个词，好有画面感。佢话而家佢哋讲紧咧，点样去美丽？美丽同呢个魅力有啲咩关系？知咩个魅力啊？你理解咩个魅力啊？魅力即系你个人有啲乜嘢吸引人哋之处咧？除咗你个外表。大家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觉得有魅力的人一定都很漂亮吗？我觉得有魅力的人，你有魅力的人是不是等于你好靓呢？咁喎，你睇下系咪啦？不一定很漂亮，很美丽，但是美丽的人一定是有魅力的。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好，我们的形象永远走在能力的前面，没有人会愿意通过你邋遢的外表去了解你丰富的内在。的确啊，外表美丽呢会给人加分很多。那么现在呢，也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呢比较注重外在的形象，或青睐于通过彩妆呢去提升外表的这个美丽，但却他说原来咧，而家发觉咧，好多嘅女性咧，佢咧都系点样啊？佢都系用化妆品去咧令到自己贴，比如说卡粉啊、糊粉啊等等这些现象。那同时，如果只化彩妆不护肤，长久下来，我们的皮肤一定会有毛孔粗大。那比如说痘痘肌，对，然后还有呢，就是佢就系话啦，如果你唔护肤嘅咧，你个皮肤有啲咩问题啊？你哋觉唔觉得自己皮肤有啲咩问题啊？有咩问题啊？有啲痕系咪啊？有啲痕之后仲有咧，有冇乜嘢啊？有冇痘痘啊？暗疮啊？有冇生暗疮啊？有冇啲黑点啊？啲斑啊？系啦，所以佢就话咯，如果我哋个皮肤我哋自己唔护理好嘅咧，佢就会有咧一大扎好多好多好多嘅问题啦，敏感的现象啊等等都会出现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重我们的护肤。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产品，那这款产品可以让我们的皮肤由内到外的焕发出光彩。那我们的这款产品呢，就是大家看到的天然海洋酵母保湿系列。哇，这款产品颜值真的好高呀，蓝色的瓶身，清新自然又不失高雅，看到它我都想去海边度假了呢。是的，我也特别喜欢大海，特别喜欢蓝色。那么我们这一套天然保湿系列当中，尤其添加了海洋的元素，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这套。我哋呢度咧，原来呢一套嘅护肤品咧，佢系啲，我哋系标榜系蓝色、蓝海洋嘅元素喺里边。咁我哋就逐样睇下每一只化妆品里，每一支嘅护肤品里边，佢有啲乜嘢海洋嘅元素啦。产品，首先我们看到的。天然的保湿洁面乳，我们打开产品，把产品挤到手心，挤一颗黄豆粒大小的产品就可以了。我们给雪飞挤一下，让我们一起来试一下啊！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质地是这种白色的膏状体，是的。然后呢，我们就在手心当中放上水，用温水打出丰富的泡沫。大家会看到啊，我打了两下，这个泡沫就出的特别多，非常的丰富，而且泡沫也非常的细腻。是的，那我们这个洁面乳当中呢，也添加了海洋的元素，刚才提到的啊。首先呢，有法国的海盐，还有墨角藻，以及有啲咩元素喺度啊？佢话俾你听，有法国嘅海盐，亦都有一啲嘅海草。同埋呢一個海洋膠原蛋白啦，即係 collagen 膠原蛋白嘅元素喺裏邊嘅。海洋胶原蛋白这三种我们的海洋元素，所以我们的洁面乳不仅可以深层次的清洁毛孔的垃圾和污垢，同时它还起到一个消炎杀菌，还能够。佢
佢話呢支咁嘅推呢個我哋呢支嘅洗面膏咧，佢包含咗三樣嘅海洋元素咧，佢可以令到我哋皮膚我啲污糟嘢咧都會褪曬出嚟之外咧，佢令到我哋嘅皮膚咧係唔會有敏感，佢防止我哋嘅皮膚有敏感。它给我们的皮肤补充足量的水分和营养的这样一个作用，而且味道也十分的清新。是的，非常的清新。但是我想问一下，因为我皮肤呢也比较敏感，比如说针对我这种人群，是不是也可以使用咱们这款洁面乳呢？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啊。这款洁面乳呢，它是氨基酸的温和配方，对于任何皮肤问题，还包括皮肤的类佢咧呢個呢支洗面膏咧，佢有咧氨基酸嘅成分，所以令到我哋咧有啲敏感嘅皮膚成日都好痕啊，好容易出紅疹嗰啲咧，佢用咗咧都唔會有敏感嘅。型都可以使用，比如说刚才雪飞提到的敏感皮肤就完全可以用到它，还有包括我们的痘痘皮肤都能够用，大家可以完全100%的放心，所以有了它，我们就再也不用担心了，是的。洁面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洗掉。接下来我们来看花样凝露，那这是我们常说的化妆水吗？可以这么说，但是呢又不完全是。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花样凝露当中是有非常明显的花瓣，对不对？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它的质地。首先把这个产品呢，可以倒到我们的手上，它里面有超多的精华成分。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花瓣，大家知道吗？它是由海藻胶的成分。看到里面呢，有好多呢啲花粉啊。呢啲咧就係一啲嘅海草嘅 gel 嚟嘅，所以咧佢好黏，好濕潤，令到我哋個皮膚唔會乾燥。係啊 ，seaweed gel，seaweed gel， 製成的，具有非常好的保濕紧致的功能，同埋令到我哋皮膚咧好緊。我感覺塗到手上也是非常的潤，對不 对？非常的潤啊！而且呢，這款產品啊，它里面还含有大米发酵之后的发酵精华成分，所以能特别快速的把里面的营养还有水分补充到皮肤的真皮层，效果非常棒。那我一般使用化妆水呢，基本上会使用三遍。第一遍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把这个化妆，佢話原來每一次咧，我哋咧唔係淨係一片，即係一次就咁簡單。佢逢親咧，我哋要做我哋嘅 skin care 嗰陣時咧，我哋要用三次。佢要話俾你聽點樣三次法啦。水倒到我的化妝棉上，我就倒到我的化妝棉上，就這樣去使用。然後由下到上的擦拭可以起到二次清潔的作用。就可以清潔我的皮膚。第二遍和第三遍呢，就可以直接倒到我们的手上，然后呢，你就拍在我们的脸上就可以了。这样的话，能够让我们细胞的每一个角落里边都可以充分的吸收到营养物质。所以我们在补偿补水重要，补水也很重要。所以刚刚体验完啊，我感觉这个手的光亮的程度要比这个手就明亮很多，而且摸起来也很嫩，非常的细嫩，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我们的这一款花样凝露，集颜值和内在于一身的产品，是我非常爱的一款产品。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两款精华产品。精华霜，我手里的这个呢是眼部精华，那这个是面部精华。我们一起给大家来体验一下。好，我们把产品呢放到手上，挤一颗黄豆粒大小的产品就可以。然后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动作，拍打的动作。大家会发现什么现象？拉丝拉的很长。是的，有非常明显的拉丝现象。而且我们这样拍打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它周围会产生很多的水珠，非常的细嫩，而且里面很多的精华成分就会直接进入到我们皮肤的真皮层。原来皮肤使用完之后能变得这么水嫩，是因为它有高科技的技术在里面。是的，它可以将胶原蛋白分子量变到1/1000的大小，直接进入到皮肤的真皮层。所以我们这样使用完之后，你会发现皮肤非常的光嫩，真的就跟是剥了壳的鸡蛋一样。是的，是的，非常的嫩嫩白嫩白的。
啊，那这就是我们这两款精华产品。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款产品，就是我们的防护乳液。那这款乳液当中呢，蕴含了三重透明质酸，还有八种保湿氨基酸。对于我们的皮肤来讲呢，不仅能够补充水分和营养，同时还能够抵御外界一切的伤害。接下来我们一起给大家来体验一下，那我们一起来吃一下。用这个呢，是不是可以保湿之外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乳液的质地啊，像牛奶般丝滑，好像牛奶那样滑溜溜的。我们涂抹开会感觉到它的延展性特别好，而且真的是上手滋润，一抹化水的那种感觉。是的，所以我们涂抹之后，大家会发现皮肤的滋润度啊，至少得提高了好几倍啊，真的皮肤就像瞬间喝了牛奶一样。是的是的，光滑细嫩。最后呢，我们来看一款产品，就是我们的原液面霜。那这个原液面霜哈，就很有讲头了，里面呢用到的不是水，而是发酵原液。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质地如何。看上去和果冻特别像果冻一样。是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样一看它是怎么在动的，就像那个我们吃的果冻是一样的感觉。我们用小勺挖出来一点产品，大家会发现啊，这个面霜呢，它跟一般的面霜是不一样的。这个面霜特别的轻薄，一点也不厚重，好轻身，对，很清透的感觉。是的，而且这个面霜里面呢，还蕴含了非常多的这个小虾丸，还有维生素 E 的成分。那这两款成分呢，可以让我们之前补充的所有水分和营养全部被锁在皮肤当中，牢牢地被锁在皮肤当中。我本人可能就是平时不太喜欢用面霜，但是我刚才上脸试了一下啊，涂上去以后呢，还是那种很清爽、很清透的感觉。是的，是的，而且会在我们的皮肤表层形成一层保护膜，让我们的皮肤水分和营养不再流失，效果非常好。所以呢，大家可以按照刚才我们讲解产品的顺序来使用整套产品。那同样的呢，也推荐给大家配套使用我们这一款新悦时美容仪，大家可以用提拉的按摩手法。那这样的话，大家配套使用效果会事半功倍，效果非常棒。所以大家一定要用它。我要教你怎么用。所以我们整套天然海洋酵母保湿系列可以帮助我们的皮肤解决晦暗无光、敏感、痘痘以及细纹，对，还有干燥等等皮肤问题。海洋疗法叫醒水光肌，让我们一起美美的。哎，来了。